直拍是指以成员个人为焦点的表演影片，与拍摄整个组合的影片不同，在节目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不遗留的场面和每个人的表情。对于粉丝们来说，这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影片。韩国的 K-pop 媒体整理了只有女子组合这样的直拍播放次数排名，令人好奇的排名如下：10位子瑜，9位 Winter， 8位张元英，7位申有娜，6位智孝，5位 Lisa， 4位浮浮月，3位李娜恩，2位 Got the Beat Winter， 1位裴秀智。第一位是被称为国民初恋的秀智，虽然已经突破了3000万的播放次数，但是实际上这个直拍以前因为失误被删除了，加上删除之前的播放次数，可以想象到拥有超高人气。对于此次排名大家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